《纽约时报》：中国间谍批量在欧洲被发现，看美国离间中欧关系三部曲。大家好啊，我是你的朋友大野猫。《纽约时报》4月29日专题文章：为什么大量的间谍突然间出现在欧洲，而且他们都来自中国？最近一段时间啊，欧洲这边的报道接二连三的突出中国间谍的问题。首先在德国，选择党的一位议员底下的一个工作人员，据说来自中国，被德国警方逮捕，说他有重大的间谍嫌疑。然后在英国，说抓到了中国的间谍。然后在波兰，在荷兰，相继有中国的公司遭到了当地警方的搜查，他们认为这些公司背后的代理人是中国的间谍机关。什么意思？中国的间谍批量在欧洲出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包括今年4月初，一位来自中国的记者在瑞典被赶出了这个国家，说这位记者正在为中国服务，从事情报工作。为什么大量的间谍出现在了欧洲呢？而且大量的中国间谍出现在了欧洲，之前没有这种事儿啊。比如说，英国的外交部长卡梅伦马上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呢，之前我们可能没有发现这个事儿，突然间呢，我们对这个事儿关心起来了。然后有人呢就开始自圆其说，说呢，欧洲这段时间呢加紧了对间谍的防控，尤其是来自中国间谍的审查，以至于大量的中国间谍被发现。到底是这么回事吗？还是有媒体炒作，专门的针对这个问题大肆的宣传呢？其实这里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美国这段时间接二连三的炒作一系列的问题，似乎在挑动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中国跟欧洲的关系逐渐转暖，中国和欧洲的旅游正在恢复，大量的中国游客返回了欧洲，欧洲在此得到了更多的利益。中美关系没有真正的缓和，中美关系依旧紧张，两国人民依旧剑拔弩张的时候呢，欧洲得到了中国之前给美国的利益，使美国非常的不爽。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在干什么？其实呢，美国一方面看到欧洲从中国获利，他感到非常的不高兴，另外一方面是什么？欧洲在与中美对抗的这一选择当中表现得异常暧昧，欧洲不愿意参加，而美国现在与中国对抗的环节下有些捉襟见肘。什么意思？美国有点扛不住了。但是当他有点扛不住的时候，他怎么办？他想方设法征集更多的盟友，他想让这些盟友干什么？给美国充当挡箭牌，给美国去当炮灰。现在呢，美国在亚洲找到了菲律宾，但是菲律宾毕竟是一个小国，毕竟是一个弱国，它是一个完美的炮灰，但是它起不到作用。真正能起到作用的是韩国、日本和欧洲等国。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美国重点针对欧洲，美国针对欧洲反中的宣传主要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能看到。首先一个呢，就是中国干涉了欧洲的大选。为什么美国现在炒作这个问题呢？因为今年是欧洲的大选年，欧洲各国有很多地方有国家的选举，有欧洲议会的选举，这些地方的选举对于欧洲的未来尤为重要。而且欧洲现在的问题是左派和右派这两个政治集团
非常的分裂，这些国家等于说一根弦儿已经绷得非常紧了，在这个时候宣传一下中国如何干涉他们的大选，会掀起舆论风暴。也就是说，美国说了，欧洲呢的大选正在被中国干涉，中国正在破坏欧洲的民主机制。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一时期，美国的宣传最容易被欧洲的有一些人得到，而得到了这些东西，他们会利用这个机会攻击自己的政敌，然后形成舆论风暴。形成了舆论风暴之后，使得欧洲的普通民众加上了深深的心理阴影和思想的烙印，而这些思想的烙印所得到的东西就是中国跟欧洲是不是朋友，中国是不可被相信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美国炒作中国的产能过剩，产业补贴另是一个方面。这一方面表示中国呢有望取代欧洲，而且取代欧洲在欧洲的高精尖企业。中国的目的是让欧洲去工业化，中国用大量的廉价商品冲击欧洲的市场。当冲击欧洲的市场之后，欧洲被迫的去工业化。但是这个里边的问题是这个，美国煽动起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然后又用道德的框架绑架了欧洲舆论，以至于欧洲自由派被绑到了美国的战车上，不能用俄罗斯的资源，必须进口美国和加拿大的资源，使得欧洲产生了能源危机。在能源危机的过程当中，欧洲开始去工业化了。其实这里边不需要中国任何的推波助澜，欧洲必然会去工业化。欧洲企业竞争不过中国，是因为欧洲成本特别高，中国成本特别低，这是根本原因。欧洲在竞争上根本竞争不了。但是美国想干什么？美国想针对这个事儿向欧洲的普通民众喊话。欧洲的普通民众他不知道这一点，欧洲的普通民众只看到了自己的工厂的离开，去哪里他不知道。欧洲的普通民众看到了大量的中国汽车，尤其是中国电动车进入到了欧洲的家家户户。在这个里边，美国开始炒作，正是因为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廉价的汽车、廉价的光伏产品和芯片冲击了欧洲市场，使得欧洲这些他们赖以维系的工业体系以及他们祖辈父辈工作的这些企业，因为中国的冲击而不是美国挑动俄乌战争产生的能源危机而倒闭，把欧洲去工业化的这口锅扣在了中国的头上。然后呢，欧洲普通民众就相信了，因为欧洲普通民众首先他对中国不了解，其次他对中国认为有优越感，第三很多是种族主义者，在这方面他更有可能会相信美国的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只要美国的舆论成功了，成功引导了欧洲人去相信他们的去工业化是因为中国的廉价商品，而不是因为俄乌战争的能源危机，美国的目的就达到了。第三点就是现在他们大肆炒作中国间谍批量的出现在欧洲，也就是说什么呢？中国正在全方位的与欧洲开战，中国正在全方位的搜集欧洲的情报，突破欧洲的个人隐私。等于什么？欧洲普通人他们在工作上去工业化没有了工作，欧洲的普通人他们的民主、他们的体制被中国干预，最后他们的个人隐私都会被中国拿走，他们的商业机密一个个被中国拿走。等于说什么？中国在全方位的影响欧洲，中国在全方位的布局欧洲，中国最后全方位的在扼杀欧洲的发展。这就是美国居心叵测离间中欧关系的三部曲。美国想达到的是什么？只要欧洲联盟，只要欧洲议会开始对中国宣战，只要欧洲议会开始对中国商品的反补贴调查，加上限制来自中国的旅游以及限制来自中国的签证，美国的目的就达到了。为什么？他要煽动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仇恨，尤其是欧洲人在欧洲对中国人的仇恨。这一点当他煽动了之后，他的目的达到了之后，使得欧洲跟中国
爆发了全方位的战争。这个全方位的战争不一定是热战，但是会激起欧洲人的排华和反华的情绪，美国就达到了他的目的。而且美国还有一个深层的目的，就是把北约与澳大利亚和日本他在东亚西太平洋的利益所绑定。也就是说，现在欧洲非常抵触这一点。如果美国能够达到让欧洲、让北约与澳大利亚、美国、韩国、日本在西太平洋的利益一块绑定，形成对中国的大包围圈，美国的目的就达到了它的极致。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与中国对抗，它已经力不从心了。美国知道自己单独对抗中国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他需要什么？他需要更多的牺牲品。韩国、菲律宾、台湾地区、日本是不够的，印度呢三心二意，他左右摇摆，美国拿不定他，所以他怎么办？他需要更多的炮灰。欧洲有20多个国家，有几亿人，经济条件还不错，但是已经夕阳西下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这个最后关头，美国可以把欧洲全牺牲进去，让欧洲在最后的时刻为美国充当马前卒，充当挡箭牌，成为牺牲品，对于美国来说才是上策。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点赞、评论、转发。没订阅，订阅一下。谢谢大家。